写着一间和一间并肩，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。我觉得还蛮好的吧，对，除了这个叫做写的没有，其实都还蛮不错的，昨天一天都还可以，超常发挥。方瑞，你帮我接一下别人的词，就是什么林墨的，什么我来了，然后我来了，一言音乐社，我还没有一开始的话。明天就是我们音乐社比赛的日子，现在就我耍起班的和洛洛一个人到，虽然说作为社长呢应该早点到，但看看这都几点了，大家就没有你焦急的心态吗？掌声鼓励看过来，跟我欢呼摇摆 You just be your style， 唱起追星的乞丐，但是身份没公开，风光亮头发的悲哀，楼上的崇拜，你别走那么快，平时只出二十，平时只出二十班的学生，但是私底下是被老妈拉去拍平面的模特一枚。我来了，音乐社唱歌最好的林墨来了，你们想我了吗？你怎么才来？其他人不是排队，没到吗？我出来。什么左补？你要直接接台词不？你听他每次说挨冬，你说每次挨冬都好还是挨冬了？I don't know. 对呀、啊、I don't know. 你看他说 I don't know. 啥呀？你不觉得 I don't know 很好吗？ I don't know. 我每次问你，我说都已经他都听到了。我每次说 Hey, how do you think? I don't know. I don't know. 我好像笑了。对，再来吧。Hey. 林墨的鞋给谁穿？那已经有人接了。白外套换这套好，然后我也是色袜子，我帮你记了，待会儿你帮我找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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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不要这一管，四个鸭推上去，看不到人头为止。刚才他们闪了。你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？我爱你们。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？我爱你们。早点睡觉。早点睡觉。那你对这次的舞台剧有期待吗？有期待。今天下午就要开始表演了，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来采访你下午的表演，你有什么期待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好了，欢迎。Thank you.
真厉害。我再给你动一下。这样上镜看，你那个动漫形象的好。好，先抓呢。Thank you.